先问一下，千万二位需要点些什么？给我2杯猫屎咖啡，谢谢。不，给我1杯柠檬水就行。那要2杯柠檬水。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一向喜欢喝咖啡的我，现在竟然戒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，人的口味嘛，总是不停的在变。不是口味变了，而是心情变了。现在的我根本没有心情去考虑喝什么了。说吧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第一次主动约我。 有什么事儿就开门见山的说吧。那个孩子，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。你是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不，你根本不想知道，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在乎过我。 如果今天换作是顾千墨怀了别人的孩子，我想你的心情肯定不是这样。所以，我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，告不告诉你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小春哥，我一直以为会跟你一起走入婚姻的殿堂，然后一辈子。 相知，相守。这没想到，世事无常。大概今天的一切，都是命运的安排吧。所以，就算你现在要提出跟我分开，我一点也不会怪你。其实，柠檬水也很好喝，虽然它没有猫屎咖啡那么昂贵，但却胜在口感宜人。现在的我，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宜人的口感。梦洁，我没事儿，我走了啊，小陈哥。 你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像从前，但是你是个女孩子，女孩子要有应该有的分寸。这几天妈妈一直在想，小春应该是个开明的人，如果你拿掉孩子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吧。 我是不会拿掉这个孩子的。你告诉妈妈，你能对这个孩子负责任吗？妈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，我最近怎么感觉对他？ 是一条小到不能再小的生命，可是我想保护他，我想拼尽一切去保护他，妈妈。你的感觉妈妈知道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孩子，以后也可以吗？以后是以后，现在是现在。 我只知道他现在需要我的保护，就跟我小时候一样。小时候。
正住进了农场，我每天都是自己在家里，从早上到晚上。我那个时候特别害怕，我听到一点声音我就躲到床底下，我生怕有人发现我。那个时候我特别希望能有一个人保护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孩子，这么多年了，妈妈忽略了你，妈妈没有照顾好你，妈妈真的觉得对不起你，才给你找了华军爸爸。华军爸爸是你给自己找的，我每年生日节日你都会给我钱，你以为在物质上满足我就是我所要的？你根本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，就像现在你根本不知道我想要这个孩子胜过一切。你想要孩子，妈妈不反对，但是你怎么也得让妈妈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吧。真是个傻孩子。